喂，你好。请问找谁啊？喂，说话呀。哥，是我小影。小影。哥，你现在就来汕头找我。怎么了，小影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你要不来的话，你可能再也见不到我了。喂，喂。邓主任，哎，邓主任，你可来电话了，我的救命菩萨，什么情况呀？对，我就要2000万，哦，解决了，太好了。好，好，我明白，我马上赶过去，我带钟英一起赶过去啊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邝总，我正要找你呢。啊我刚才开了一个会，咱们现在的地可卖不动了。先不说这个，我正找你呢，走，跟我到外地，集资的事儿，集资的事儿，集资的事儿。对对对对。喂，你好，大成公司。你好，请问你们周总在吗？周总不在，他去清水了。啊，小钟钟，他手机我打不通。他要是回来，麻烦你告诉他家里有急事儿，请他给我回一电话。好，再见。你好，大成公司。小钟钟啊，我和周总去清水市贷款。你给他们打个招呼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。哎，老板，还在想地为什么没卖出去啊？放心，邓主任没听说有什么新政策，肯定没有。我这心神不宁的，不会要出什么事儿吧？不会，这要明天贷了2000万，什么事都没有了，周爷。你知道咱们为什么去清水贷款吗？不知道啊。这是他们有钱人啊，玩了个把戏。邓主任和清水的许行长他们是朋友，邓主任为我们到清水去贷款，反过来许行长的朋友就可以在我们东宁贷款。可表面上看呢，他们俩谁都没有利用职权贷款，其实都是假的。哎呀，同志，麻烦问一下415在什么地方？啊，服务台右转。啊，谢谢啊。人如果遇到灾难，首先就是找和自己最亲的人，只有最亲的人才能和你一起分担痛苦，承受灾难。所以当我无路可走的时候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哥打电话。哥，出什么事了？你怎么在这儿住着啊？怎么了？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倒是说话呀！出什么事儿了？我怀孕了。说什么？哥，我怀孕了。怎么回事？小颖，当初我是怎么叮嘱你的？你姐又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你怎么能出这种事儿呢？谁？那人是谁？我们歌厅的李老板。简直太让我失望了。姐打电话了。你跟你姐说，哥，你别给我姐打电话，你给我姐打电话，她肯定会气死的。
哥，我求你了，你别跟我姐说。哥，我想让你陪我去医院。李老板他骗我，他现在都不承认我怀了他的孩子，他也不承认我跟他有过关系。哥，我去歌舞厅找他，他把歌舞厅都卖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别哭了，行了，有哥在，不怕。这事儿啊，必须得告诉你姐，不能瞒着她。你放心，我保证不让你姐骂你，不让她说你。我给你姐打电话，我得跟她商量商量这事儿该怎么办。接手机没带在身边，他工作忙。这样吧，明天上午，哥先陪你到医院去，去做手术。哥，你得陪我，我害怕。哥陪着你。对，邓主任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都到清水了，你怎么催着我们往回看呀？老邝啊，省人民银行召开紧急会议啊，传达国务院、央行关于控制贷款规模、抑制经济过热的重要文件。文件规定，从今天开始，全国各个地银行都要清理原有贷款，并且停止新放贷款。都我们在车里哈，我和那个清水的许行长通过电话了，答应明天就给我贷2000万啊。不行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一切新放贷款全部停止。而且老许刚才也来到广州，现在正在开会呢。老邝，我叫你过来就是要告诉你，你那笔贷款肯定是没希望。啊，不，他不能没希望啊！这2000万是我的救命钱，救命钱啊！哎，晚了，没办法，谁也不知道央行会突然停止贷款，你们还是赶紧想想别的办法吧。我这儿肯定没指望了。你说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我现在只靠你，只有你能帮我呀。我帮不了你，现在谁放贷，谁就是犯错误，要受处分。想想别的路子。哎，你们不是还有3000多亩地吗？抓紧时间卖点地，2000万就出来了。我还要开会，我就不陪你们了。谢谢啊。这个王八蛋，上午还答应我给我贷2000万，这不到半天就变卦了。集资户的利息得付，贷不着款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周云，看来今天晚上我们真的不能走了。我一直盯着他，缠着他，非得贷到，就盯他，就盯老邓。小颖，周小颖，谁是周小颖啊？哦，到你做手术了，进来吧。啊，坐。哥，我害怕。去吧，哥在外边等你。
哥，你等我。去吧。哥，你别走啊。我们三个人一起积的，又不是我一个人积的，那也不少啊。我听说你比我积的还多。我们积的多，十来个人积的，平均到手里啊，也就是一二十万。我听说集资最多的是广电局，他们集资了600万。哎，广电局啊，负责集资就是肖局。你看，哎，就在那边打电话呢。什么？积了600万，这三年应该是180万。再说仔细些，没这么多，他们集体集资到他手里啊，为什么你们都发了？发什么呀？还行。哎哎，那小姑娘，小姑娘，你们老板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啊，我们利息什么时候给啊？对，今天早上突然来了100多个人，我听这些集资户说他们是约好了一块来的，非要见您。我说老板去广州了，明天才能回来，他们不答应，非说马上要见您，现在全在会议室呢。对，小中专，小中专，老板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们都顶不住了。好的好的，您放心啊，我陪着他们，我就说您马上就到，好吧？行嘞，再见。嗯。老板到底怎么说呀？老板和周总马上就回来。你怎么了？怎么这么紧张？我当然紧张了，100多人守在公司呢，如果公司拿不出钱可怎么办呢？咱们公司怎么会拿不出钱呢？你放心，那个利息款已经筹到了。可我听唐会计说，我们要付给集资户1800万，公司的账上只有200多万，如果贷不到款，公司可能就会垮掉呀。瞎说什么，咱们公司有3000多亩地，3000多亩地值1亿多呢，知道吗？可是现在没有人来买地，我听说。别听谁胡说啊，你跟唐会计说，让他别胡说八道。哦，小心老板炒他鱿鱼。哦，你去吧。周岩，你说下步咱该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公司账上只有200万，现在又贷不着款了。那这样咱们兵分两路，我呢继续想办法去贷款，你呢先稳住那些集资户。到这个时候了，谁还给你贷款啊？我只有一条路了，逼着老邓给我贷，还是老邓。咱们都磨他2天了，他不是也没同意吗？这回呀，我死活得逼他，别要说来狠的，我凭着好吃好喝供着他。他该给我出点力了。你这样，你通知那些集资户，后天我就给他们发利息，我肯定贷着款。后天？那如果你贷不到款，你怎么跟他们交代啊？周云，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？对付这些集资户，你该哄哄，该骗骗，先稳住他们。万一我贷不着款，咱们给他地，按3万块钱一亩让他卖，我够意思了。这样做，你让集资户他怎么去卖地呀？这2万多集资户，就是2万多个家庭。这是他们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啊！你话不能这么说，账也不能这么算。那我们风里来雨里去，吃苦受累的，我们图什么呀？他们账得等利息，大家是为了一起赚钱吗？这不有钱大家一起赚，有风险的一起担呀。可是，
你别可是了，周英。既然现在这么个状况，你听我的好不好？就按我这个思路，还有工资啊，公司的工资一分钱别发了，每分钱都特别重要，千万别再流动了。试试吧。 哥，你回来了。你怎么起来了？我唐一天不舒服，我就想起来坐坐。给你炖了喝汤。你先喝点吧。我一会儿再喝吧。嗯。感觉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哥这趟出来是临时请假出来的，明天上午我必须回去，下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得开。 我想，如果你身体允许的话，你明天跟我一块回东宁，你得在家好好休息一段日子。哥，我不想回去。你不回去，你干嘛？还想留在汕头啊？我不想留在汕头，我想去广州。你去广州干嘛？我在广州已经找好工作了，还在歌舞厅唱歌。哥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年有个同学考上音乐学院，他说只要我文化课过关，肯定能考上。 哥，我想边复习边挣钱，两年之后去考大学。你说我能考上吗？能，只要你努力就一定能。可是小颖，哥是这么想啊，既然你想考大学，你就跟我回东宁，在家里踏踏实实复习，明年去考。不，我要自己赚钱考大学，去了广州，我一边打工一边复习，而且。 我保证，我再也不会谈恋爱了，我再也不犯错误了。哥，你相信我吗？相信，哥相信你。哥，这是我在汕头挣的钱，我想让你替我保管着。你怎么用我的名字存钱？ 我们刚到汕头的时候，同学都用爸妈的名字，所以呢，我就用了你的名字。三百块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歌舞厅有规定，凡是客人送花，100块钱里面我们就拿20块钱，送花的人最多，所以我就挣得多。哎，哥，你听说过经纪人吗？什么经纪人？经纪人啊，就是专门帮影星、歌星管钱管事儿的人。 周总回来了，集资人已经等了2个小时了。来了多少人啊？来了113个人，他们都要求马上拿到利息，不但要利息，有的人还提出问能不能退还集资款。退还集资款？几个人提出来的？2个人，他们倒没说一定要退，就问问能不能退。周总，贷到款没有？ 给大家赔罪，给大家赔罪，这是耽误大家宝贵的时间，深深的道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由于我们公司的工作疏漏，集资款的利息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结算下来，还得耽误大家2天宝贵的时间。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，诚恳的邀请你们去特区玩2天。既然来了嘛，就到特区去看看，看看特区的建设和发展。 去玩，不知道需要是不是需要我们自己花钱？是这样，吃住行我们公司全都管了，哎，但是其他的钱我们公司可就付不了了。那回来是不是就可以给我们结席了？从深圳回来，大家领了利息款，高高兴兴的回家去。哎，那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大家配合，谢谢大家配合，谢谢你们，赔罪赔罪。 希望大家在特区玩得高兴。老邝。
不是我不给你办贷款，实在是不能办。你看，下午就开干部会，传达央行、省行的文件，紧缩银光，清理贷款，停止贷款，白纸黑字都写在这儿呢。我给你办了，我这主任还干不干了？邓主任啊，我要有一点办法哈，我都不会逼你。我现在是无路可走了，你要不给我贷上款，我这公司彻底完蛋了。邓主任，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。你如果这回能帮了我，我这辈子给你当牛当马。行了，说什么都没用，办不成。邓主任，国家的政策再严，也是有空子可钻的吧？邓主任，你能不能这样？你能不能想一个，就是说，既不违反国家政策，又能给我办贷款呢？你要能贷上这款，这笔钱，我给你20%，2000万，我给你400万。面粉厂的集资是我负责的，我们一共集了396万。396万？哎呦，那您可真是太厉害了。阿姨还好吧？她挺好的，退休了，在家带孙子。带孙子？哪个生的？小三儿啊。哦，今年2月份生的。哟，小三儿都有儿子了？可不是呢。哎呀，真好，真好。对，志平在哪儿工作呢？我能不能去看看他？他在信用社工作，这两天特别忙。等他有时间，我一定让他请您喝酒。好，好，哎，老周，我们老王叔去啊，肖队长找你有急事儿了。哦，周云，那我先去一下。好好好，哎，走走走走。这两天怎么回事啊？打你电话一直管机，打你办公室你人也不在。我电话在这充电呢。这都2天了就没充上电啊。我把电话落在办公室了，我人去广州了。那你这2天都没回来啊？你跟谁去了？去干什么去了？我有我的工作，我这两天忙得焦头烂额。我在问你跟谁去的，去干什么？这是我的工作，行吗？跟就是再忙，能不能给我打一个电话？我往家里打电话了，没有人接啊。我也出去了。你去哪儿了？汕头。小颖出什么事了？周云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！哎呀，志平来了。哎，周云，2000万贷款解决了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只要明天早上把合同送过去，2000万就可以进账。这要是2000万一进账，咱们贷款利息的问题就解决了。你今天晚上把合同全部和那个相关的资料全部准备好，1式6份，明天早上我送给邓主任。好，我马上就让财会去做合同。啊，不不不不，不要让财会做。邓主任反复说，贷款这件事儿，知道是越少越好，而且。我们这次贷这2000万哈，贷款的时间也要提前，也就是说，这2000万不是现在贷的，而是3个月前贷的。你赶紧准备吧，我还忙点别的钱。肖局长，外边没人，有什么事赶紧说呀。哎，肖局长，你到底要说什么事儿呢？这偷偷摸摸的跟贼一样。坐坐坐坐坐。在我没说话之前，我希望大家一定要保守秘密。我今天说的话，谁也不能传出去。我保证。小局长，你到底要说什么事儿啊？还非得我们保证才说？老王书记，我今天说的事儿是关系到咱们的生死大事。如果你不能保守秘密的话，你可以出去。别别别，我保证，我保证保守秘密。好吧，我首先向大家宣布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：中国人民银行，也就是央行，发了一个文件，要求全国其他银行回收贷款，而且不允许发放新的贷款。这银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你都不清楚啊？
同志们，整顿经济秩序，控制经济增长，控制贷款的规模，全力回收到期贷款，是我们当前最主要的任务。在此期间，任何人不得发放新的贷款，所以省行要求我们启动应急机制，随时关注资金的流动方向。对于本地的资金进出，每天要有汇报，要分析，要有足够的现金储蓄，严防挤兑现象的发生。大成公司真的没钱？我已经找人调查过了，大成公司的资金全部压在土地上，他们的账上根本没有钱。怪不得不给咱们利息呢，看来啊，他们这钱啊确实有点问题了。那怎么行呢？拿不到利息，我怎么回去向职工交代呢？我现在担心的不仅仅是利息，我更担心的是咱们的集资款。集资款？你的意思说，哦，我们连本钱都有危险了？不会吧，敢吞咱们的集资款，不怕咱跟他玩命吗？他们账上没钱的话，你跟他玩命有什么用啊？哎，不可能啊，我听说大成公司有3000多亩土地吧，值1个多亿呢，不可能没钱。问题就出在土地上，现在啊，国家经济政策调整，大成公司的土地啊恐怕卖不出去。我知道我说这话你们不相信，其实啊我也跟你们一样，我也不相信集资款会出现问题。可是啊，今天早上我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，他是搞经济研究的，他告诉我赶快追回集资款，越快越好。肖局长，我相信你，我大哥啊在长兴建行，今儿早上也给我来电话了，让我一定得把集资款拿回去，而且越快越好。他跟我说啊，现在广东地皮啊都炒疯了，这物极必反，到时候啊这地价啊一定得落下来。所以啊我才找你们商量，现在最稳妥的办法啊是咱们先追回集资款。不过呀，要想追回集资款靠1-2个人肯定不行，人力少力量不够，公司没有压力，不可能退给咱们集资款。要是把所有集资人都叫来呢，大成公司又没那么多钱，回过头来啊咱们还是要不到集资款。所以啊，我希望啊由咱们6个人和大成公司谈判追回集资款。集资户们都去旅游了吧？都去了。哎，朱云，正好正好。您怎么没去深圳啊？哦，我们几个临时决定不去了。哦，朱云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咱们长兴广电局的肖局长。哎，你好。我们几个都是你们公司的集资户，肖局长有些情况想跟你说一下。周总。啊。咱们找个地方慢慢谈。好好好，行，会议室吧。好，哎，来。目前科里要全力以赴清理贷款，对到期未还的，不但要列表上报，还要有收回贷款的具体措施和具体时间。啊，快去吧。嗯，知道了。老齐啊，坐。你看看，贷款合同。老齐，怎么现在还办贷款啊？这是邓主任交给我的，他叫我和你赶快把它办了。邓主任交办的，大成公司贷款2000万。老齐，现在咱们放贷合适吗？现在放贷当然不合适了，但是这是3个月之前就审批完的。只是他们还没有提款而已。3个月之前，老齐，咱这是弄虚作假呀。这怎么能说是弄虚作假呢？邓主任叫我办的事情，我不得不办呢。再说，这笔贷款也是你爱人的单位的，所以我特意交给你办。咱们还是把它办了。老齐，这个时候放贷恐怕不合适，这上边明文规定，谁放贷就处分谁。志平啊，你怎么那么死老筋？这是3个月之前就审批完成的了，只是他们还没有贷款，还没有把钱提走而已啊。你还是赶紧把它办了。
这样吧，要是你对这个问题还有疑义的话，你自己去找邓主任。您这要退集资款这事儿，我不能同意。我想可能邝总回来，他也不会同意的，因为你们当时签合同签的是三年，这才两年，还没到合同期啊。就是，那钟云，你看，就我们几个人，集资款加上利息也才2000万，你就算帮我一个忙好不好？我是真想帮您这忙，可我不敢帮啊，这是有合同的。再说都想提前退集资款，我们公司进行不下去了。周总，我提个建议，你看行不行啊？假如你退还我们集资款的话，我们只要本金，利息呢，我们可以放弃。哎，我觉得这样也行，我们不要利息的话，就等于送了你们公司几百万呢。我觉得这个办法挺好的，周云，真的求你帮我忙好不好？周总，现在的形势，我指的是方方面面的形势，你们清楚，我们也清楚。你看，我们就几个人，退款的金额呢也不大。假如说很多人来找你的话，那你麻烦就大了。问题呢，我想尽量在小范围内解决。小钟娟，你看，我家乡的衣食父母官对我多好，是政策多宽啊。但是我真的不敢答应。还是这样，明天邝老板就从广州回来了，你们直接跟他商量，好吧？这样，晚上我请三位领导尝尝正宗的广东菜，我们自己的茶楼，你们也视察视察。小钟专，安排一下啊。好。邓主任，哎，你来了，坐坐坐。这位同志，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我来是想问问您，给大成公司贷款的事儿。那齐主任把这个交给我，说您让我给大成公司把这2000万贷款办了。对，是我让他交给你办的。志平同志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主任，上级银行不让新放贷款，我们现在放贷是违反规定了。志平同志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我去广州开了2天会，邝大成和你夫人就缠了我2天。哎，一切得从实际出发，该变通还是得变通。不过这笔钱要做一些技术处理，第一，要把贷款日期提前；第二，要注意保密。目前这笔贷款只有我、老齐还有你三个人知道，其他人就不要插手了。我是这么想的啊，邓主任，如果一定要放这笔贷款，我们能不能走正规渠道？我们走的就是正规渠道。我老齐同意放贷，你又是主管信贷的主任，这还不是正规渠道？我还是觉得不合适。志平同志，你是不是怕担风险呢？是。上级银行明令禁止放贷，我这可是在帮助大成公司，我都不怕挑担子，你怕什么？主任，我知道你是在帮大成公司，可我们不能违规放贷。你，办法我给你想了，风险我也给你担了，现在是陈志平顶着不办。邝大成，贷款的事情到此为止，不要再找我了。邓主任，不是这事儿啊，怪我没跟你说清楚，真不好意思跟你说。这个陈志平啊，一直怀疑我跟他老婆周云有关系，所以他恨我恨得咬牙切齿。周云在我办公室已经住了十几天了。他们闹什么我不管，你别再来找我了。邓主任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你一定得帮我，你不帮我真的死路一条了。哎，老齐，能不能让老齐具体办呢？老齐同意贷款，那就是给我面子了，你还想让他给你办手续，根本不可能。那陈志平不给我办，老齐也不能办，那我找谁呀？找谁也没用，在我们这儿办贷款必须要经过陈志平这一关，
他是管信贷的主任。另外，现在谁放贷就是违规，违规就是犯错误。一旦追究起来，经办人是一定要负责任的。所以呢，这件事情也只有陈志平能办，毕竟他是周云的爱人，担点风险也是应该的。邓主任，违规放贷如果被发现了，经办人会受什么样的处分啊？要是在平时呢，写个检讨，通报批评，睁只眼闭只眼也就过去了。现在正在风头上，如果被发现，降职、降级，甚至开除党籍都有可能。会不会开除工作呀？只要不是贪污受贿，开除公职倒不会。当然了，如果真的出问题，我跟老齐也会担担子，不会让陈志平一个人吃亏。好，人只要不被开除就行。邓主任，是不是除了陈志平这条路，没别的办法了？对，你要想拿到这笔钱，就必须要把陈志平拿下。来来来，喝汤。到广东如果不喝汤，就等于没来。尝尝尝尝。周云啊，咱这儿有没有辣椒？没有辣椒我吃不下饭。哦，辣椒哈，我去给你拿。对，跟你一块儿去。那我吃的辣椒我得自己选。王司令，给我也来点啊，要那最辣的。来来，先把这汤喝了啊。好好。哎，周云。我想吃辣椒其实是假的，我就想把你约出来单独说说话。您说什么事儿？咱们是多年的邻居，也是好朋友，你一定要跟我说句真心话。你们公司真的没钱吗？您这是听谁说的呀？肖局长说的。不瞒你说，昨天晚上我听完话以后啊，一直到现在我都没合眼。396万，上百家人集的款，当时集资的时候大家因为相信我，说是我负责才把钱给我的。如果这笔钱真的没有的话，你说我怎么办呢？王书记，我们公司现在是周转的问题，倒不是真的没钱。但是我还是真的害怕。396万，这么大一笔钱，自打集资以来，我一直是提心吊胆的。周云你也知道，我这一辈子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人的事情吧？如果这笔钱真的没有了，我就是把家卖了，我也还不起啊！我理解，我理解。啊，您相信我吗？相信，我当然相信你了。我最相信你跟志平了。这样，我们公司如果有钱到账，我一定首先考虑您这部分。真的？真的。那太好了，只要你负责，我就放心了。老给你添麻烦，你一定要原谅我。主要是大伙儿听说这个集资款要没了，所以着急担心，你能理解吧？啊，理解理解，也请您理解和支持我们一下。你们说，如果大成公司不给我们退钱，那我们怎么办？这还用问呢？撕破脸跟他们闹，一直闹到他们给钱为止。你撕破脸有什么用啊？大成公司的员工说，他们公司根本就没有钱，别说我们的集资款了，恐怕连利息啊都要不回来，利息都付不起，真的假的？我估计是真的。这两天没看着邝老板吧？听说是去贷款了。如果拿不到钱，我们厂的集资户非杀了我不可。那肖局长，你想想办法吧，帮我们把钱拿回来吧。我原来啊，估计的不足啊，我本以为他们不要利息，大成公司就会退还他们集资款，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他们公司真的没有钱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估计啊，退还集资款希望不大了。我已经给去深圳的人打了电话，让他们马上回来。叫他们回来干什么？光靠我们几个人，恐怕连利息都要不回来。我们啊，要把所有的集资户团结起来，共同努力。团结就是力量嘛。疯了！哎，同事。这茶楼怎么不开门呢？茶楼停业了，完呢！大成公司欠我们钱，我们给他封了。找你钱啊！去别的地方去吧。对，不还钱谁都不让走。大家听着啊，
今天大成公司不还我们钱，我们就封他的门，谁来也不好使。安全，带几个人把他车子看着。还钱！还钱！还钱！危机支付怎么把我们的茶楼和汽车都给封了？这还用问吗？我们欠人家钱。不是说贷款已经到了吗？怎么还不把钱付给人家？你还想着贷款呢？我告诉你，早就催了。国家现在正进行经济调整，根本就不允许银行贷款。我听说我们公司欠集资库1800万，这是真的吗？1800万几息利息，还有7000万的集资款。公司欠人家这么多钱怎么办？怎么办？100%完蛋，我们都要重新找饭碗。我告诉你们，唐会计说了，昨天老板把账上的钱全部都取走了。真的啊？一次取走240万，现在公司账上只剩下2000多块。还钱！还钱！岁月像解冻的河流，翻涌着青春澎湃的波浪，奔向一个叫梦想的地方，简单的行囊里面那颗心，激动的无处安放。岁月如大江如海，满载着大风大浪的躁动，沉淀在一个叫回忆的地方，厚重的行囊里面那颗心，是否和从前一样？